的黄鸡看过这局输了。我操，我的黄鸡很强啊！这我跟你讲，深山历练了一下。我都不想去了，他肯定死了。闪现推。我就问这个大招怎么样？我操！哇，我这波输出无敌了，真的。牛逼啊，小伙子，你这一炮他妈的轰过来，老命炒粉干啊，我操，这一炮有点点兄弟，真的轰得好，真的轰得666，双击666，真的这盘输了，我他妈弹鸡鸡，我操，妈那个腿儿，那个搞什么，炸了，我操，哎呦，这盘真的小鸡鸡坑了，以后再玩小切鸡小鸡鸡，我就切掉我的小鸡鸡，我操，他妈的下盘要死，以后就不玩小鸡鸡了，垃圾英雄，妈的玩不懂，讲道理，最后一波妈的本来我死不了了，都那个被动害了我，我操，本来我都想回家守了，可是那个被动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妈的就想 A 下去，这个 A 下去妈的就很难受啊，我操，那个被动妈当时就想冲过去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，结果他妹妹的，我操，哎呦兄弟，弹鸡鸡弹鸡鸡的弹鸡鸡，我操，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，我操，弹鸡鸡，我操，弹鸡鸡的弹鸡鸡，哇，真的是，快说是不是你刚才那诅咒我输的呢，妈的都是你，我操，现在看了弹鸡鸡对不对，弹鸡鸡，我操啊，先弹个屁，弹鸡鸡对不对，弹鸡鸡，弹两下再弹一下，三下四下五下六下，弹几下啊，弹几下吧，我操，弹鸡鸡吧，讲道理啊兄弟，弹鸡鸡，嗯，弹鸡鸡对不对，好吧，是吧，弹好了兄弟，谢谢沙发掉，从未见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哎，站住，一言不合我就骂你，一言不合我就打你，兄弟，来杀我，来杀我，来投月塔强杀，我给你，哎呀！
我去！打我笨蛋！就打你！哎呦！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他完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完了，真的，他完了，我赌命的。我赌命的，他完了，他不玩，他不玩，我玩，好吧，他不死我死，来啊，哎，杀我，杀我，哼，哈哈，什么叫套路？我怎么说的？你不死我死。我这个人哈，只要我不想跟别人拼命，他想杀我真的是难如登天，好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，大哥！要不然这把算了吧，这把就当娱乐局打吧。你怎么想？别人我们就跑啊，留个兵，留个兵一走。我不停的旋转，哦哦，哎呀妈呀！来 ，come on baby， 你挑着担子，来来来来，耶！我雷霆，雷霆，哎，漂亮！咱们见识一下新一代的狙击天王，我操！这个狙击天王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！狙击天王打眼前的狙击天王，狙击天王最后一枪！别打中，我打中了，我操！哪这么的？哎，这晕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？我日他哥，晕的时间好长啊！不愧是狙击天王啊，凯哥，我去！啊知道，他留了个自编水平吧，想阴他们。就没听到。我操！我怎么死了？我操！快点，快把它飞了！这里，飞一下！哎呦，晕的时间太长了。我也觉得晕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！我操！啊！狙击天王，我们团灭了！狙击天王，狙击天王，我们团灭了！怪谁？怪谁？我操！不需要怪谁，就怪你这个废物。这个傻逼，我操！还狙击天王，我呸！你有这么混的数据，我操！哎，后面那个妹子不是，后面那个妹子是朋友，朋友，你们别认错了。哎，帮我再打两下！哇操！惊喜惊喜！哈哈哈！怎么？他大没的二？为什么？就是资金链了，资金啊！哎，我炸了！赢了，我跟你问直播间旁边的妹子是谁？我失误了，哎呀，别说话。你死了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打了那个野怪，我要回血的。
忘记这一点了。炸了炸了，这把炸了。那个妹子朋友，你们别认错了。那个妹子朋友，你们别认错了。打两下。我炸了。哎，打不打？哎呀，我操，不要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忘记这一点。那个妹子朋友，你们别认错了。那个妹子朋友，你们别认错了。炸了。哎，打不打？炸了，我操，不要。忘记这一点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哎呀。那个妹子，别认错了。炸了，打不打？炸了，我操，不要。忘记这一点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哎呀，那个妹子，打两下。熬两下。哇，爪子，我真想跳了。那怎么？不对。这样可以的，一个翼追上，上，他又送你一发火箭，哎，真的吗？好像有人改了飞客的名字，送了你一发火箭。哎呦，我说他们闪现上去，对，这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，哎，啊，这又是卡牌，别！哇！绝命大逃亡喽！我操，修他，兄弟！哎，他成功了吗？这怎么上的？他在我这边追，你个翼就翼在他脚下。